没关系，回家查。我们现在做，还有缺什么题目？缺什么条件？没有，只是我刚刚想到一个噩梦。什么噩梦？我梦到那个人没有房子。你梦到那个床位上车卡。好了。对啊，那个。自己的。哇。那一幕。哎。就在那个。那一幕的毛巾，一幕的以前的其实有很多，就是它的质量不错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不确定是多少，但是你如果算出来是46，肯定是46，因为是刚刚讲了嘛 ，C2H5OH 对，所以基本上就这样下降就好了。对，那相加，那它的两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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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那个计算一下成本，没错，就知道他每一刻会消耗多少个，没错。我梦到你跑来跟我讲说地椅挂掉了啊，然后说原因是因为他很急一声，然后一个甩，然后就挂掉了，然后你就问九九说那个，哇，你就问他说然后呢，然后他就说什么，他就这样啦、啊，我们叫面对现实。责任吗？类似，然后他叫你给他多少钱，然后你就很生气，生气跑来跟我讲，这好奇怪的梦哦。好奇怪的。那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，是每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些想象，都有一些期待。可我没有，没有想什么、啊。对啊，这很奇怪的梦。好。你问了1391455567啊？我没有意见啊，你在计算的过程当中，你必须有一个说法，你是怎么计算的？你要四舍五入，你要毕业率的话，我都没有意见。但是基本上我们通常不会在这边去约他，不会把139在这个时候就去做一个简化，通常不会。但是你可以用估计的时候，就是我要估计一个结果的时候，我可以用1390去算，没关系。但是现在大家都有计算机啊，我没有限制用计算机，好不好？现在是吗？不是。哦。我们要上课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上课了。现在几点？上课了。现在几点？对吧？钟没响。现在十点了。十点。啊，给咱上一点饮料。啊？那很奇怪。里面讲屁话。我回答一下问题啊。里面讲屁话。回答问题也有错。错。这一题我没有扣你们分哈。